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。富豪同大家好。OK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齐厚。哈哈哈哈哈。好，好，你们四位选好了吗？选好了。OK， 现在我们一起跟FB Live 的观众来 review 一下你们的答案，你们的选项。哒哒哒哒。看到吗？可以看到啊。哦。OK， 现在我们请你们现场的观众，你们想要揭开 A B C D E 哪一个答案先呢？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那边开出你们想要先知道的那个答案。我也依靠一百个人啊，大家我们现在呢是有大概90多位的viewer 哦。仙女姐姐讲她要100个，至少100个观众哦。哎，你100个 fans 有没有？我们来快点 share 给你的 fans 啊。有100个 fans 是啊。哎。这里面，我刚才你直接就会包养了，快点！对啊，快点快点！如果有100个人看的话，仙女姐姐就可以包养了。好，你包不了先。OK， 现在还是九十一位在看着。一百，你讲100过后要你再唱歌啊，还给你唱歌？可以吗？问题什么歌？我们就要买票舞一下哦，150位。舞者，我们叫我们的舞者跳舞。可以吗？150位跳舞，一个唱歌，一个跳舞。狐狸精同学，狐狸精面团，快点！快点记得带你们的朋友进来，一起来看这个 live， 一起来玩这个心理测验，来测测你究竟是穷鬼命还是富豪命啊 ？OK， 啊，有95位了，哎，你的 fans 在做东西，主任，现在唱几句我们就破百了，破百，真的破百啊！我一唱就破百，快点破百，我们自己管吧，快点，我们自己管，快点，差一个人先。Just the 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, wasting my time, I got nothing to do. Hanging around, I'm waiting for you,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. So I wonder.哇，很多好评耶，仙女姐姐太棒了。Alice 在讲的谁啊？是 Sandra 吗？没有意义，是 Sandra 吗？没有意义，都有翻译。谢谢设计。真的不红，那是广告又红啊，是广告又红，现在是讲要红啊。请问你是单身吗？你问呐、啊。有不一样的人就有不一样回答 ，OK？ 先教跳舞，有人教你跳舞。不可以跳舞，一跳那个男的就掉。哎，舞者跳跳舞啊，舞者。I want. 我们来 share 一 share 这个，这个星期是即将会举办的一场工作坊，而我们这里呢也会送出免费的入场券给你们哦。小知足创造100万的工作坊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在留言那边打我要100万啊，我们的小编呢会再联络你的。怎样累积你人生的第一个100万，在留言那边打100万。
万人。一百万！网红姐姐，对，原来这个世界呢还是可以那么的宁静的。那么希望大家呢能过一个安心又开心的星期晚上，我们在星期四的工作坊见哦。OK， 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我们可能在下一期的工作坊见。